伙伴们，这是一个非常悲伤的视频。有人问我迷你号丢了怎么办？伙伴们，今天我告诉你们的就是找回我们被盗的迷你号。伙伴们，如果你也丢过迷你号，请点一个赞。今天我就告诉大家，记得点赞收藏，谢谢。伙伴们，找回迷你号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朋友，对不对？迷你号丢了，朋友也就找不到了。找回迷你号的第二个原因，伙伴们，我们有很多的皮肤，如果迷你号丢了，皮肤也找不到了，对吧？伙伴们，这么实用的视频，确定不点赞收藏转发一下告诉你的伙伴吗？伙伴们，我们点一下右上角的设置，在这里看到了吧，点一下，然后有一个账号管理。伙伴们，第二个就是找回我们的账号，如果你不记得账号也没关系，点一下。伙伴们，这里面有两种方法可以找回，第一个就是手机找回。伙伴们，我们点一下手机找回，输入我们当时迷你号绑定的一个手机号，伙伴们就可以找回了，这是第一种方法。第二种方法，伙伴们，是邮箱，邮箱一般都是我们的空号，对吧？我们输入邮箱也可以找回我们的迷你号。伙伴们，你们学会了吧？点一下右上角的设置，点一下账号管理，再点一下找回账号。伙伴们，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两种方法找回我们的迷你号了，你们学会了吧？是不是特别简单？